是月黑风高杀人的夜，还是那一轮明月照耀九州？完事，斩斩斩！其实他显示危险的时候就是他的弱点破绽，一躲就完事了。身为一个忍者，不注意还行。忍びよ、卑怯とは言うまいな。巫女はもらっていくぞ。反正这游戏前半部分，可以说把“斩尽杀绝”这个词儿侮辱的不要不要的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如果有“斩尽杀绝”“斩草除根”，他们随便用上一个，哎，就没这么多事了。好吧，就是第一个 boss。反正你怎么着，这个币还会断。日式游戏嘛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不可能太给你发散的。OK。